好，吃饭了，来吧。我台湾怎么可以这么吸吸成这样？好。对，碗非常的稀，然后小朋友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是不会发现，但是我们大人要取起来其实很方便，因为它这有多做一片设计，有没有摸一下就翘起来了，哦，就拿起来了，但是不要被小朋友发现。